等听完一个字，反而就是一种享受，啊，是吧？今天检查一下这只换气情况，看看，喂，那个老伙计呢？老王的儿子，灰，上面冠军黄埔的儿子，几几年的？2014年的，身上带黑点。嗯。有个红轮在那里。嗯。他那个灰，黄眼的，拿着转过来啊，看到没？嗯。这灰白条，太白金星的孙，然啊啊，龙归故里，带玉而归。是白的。嗯。奶酪和三件事，和电脑三个选，居然出了一个白的今年。嗯。很奇特，看到没有？嗯，黄眼啊，看到了。黄眼，喂喂喂，穿红色泰山的，红款红色泰山的孙。嗯，看到没有？红虎。看到了。对，给家人们也看看啊。嗯。今天我们这边穿红色。喂喂喂喂喂，那一个小宝贝，花脖子白撇子，看看是谁？啊，漂亮。李蒙日轻轻回血的儿子，哎，嗯，三个点，哎，这小宝贝是谁？扎起来看看吧。嗯，好。给家人看看，话语情况怎么样？家人看看，爪子怎么样？白爪。白爪。嗯，再仔细看看呢，有没有红爪？有。是你的指甲漂亮，还是我这个爪子漂亮？这个漂亮。红爪，红白爪。嗯。对对，看看什么眼？沙眼。哎呀，这个牛逼啊！这是牛逼啊！嗯。2006年博尔特，对金米幺幺八的儿子，位置怎么样？嗯，可以可以。啊，我们不断的工作，不断的应该提升档次啊！啊，家人们满足家人们的口味。怎么样？欣赏了吗？欣赏了。啊，我们没事啊，就拍作品，就拍拍，发给家人们看。啊，家人们有喜爱的啊，多多交流，多多交流，来点掌声。哎，哎呦，咦，咦，没有偷。嗯，这个是几几年的？美女，我们两个猜，偷偷的猜，几几年的？猜，几几年的？你猜，最快，2020年的啊，2020，对，0594是2020，2020年的，真准，看样子我要下岗，这个，这里，看样子我要下岗，哎，你看温顺了，抓了这个放进去，它依然爆炸，嗯，啊，这叫链槽性非常出色，嗯，链槽性很棒。像这样的各个字节它就不容易丢，嗯，啊，不是丢，为什么在比赛的时候往往某个字在二的气候中间有先机呢？嗯，也就是练潮性，嗯，所以在好天气来说的话呢，一般公个字比某个字比，在坏天气来说的话呢，某个字比公个字，这里面是有一定的规律的。喂喂喂，美女，转过去，哎，站在这里的一个规大的一个小屋，一个快速一排。谨慎感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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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时候家人们可以啊，这都是宝贝啊，上货啊，一样，必须要有货。好嘞，对。
响彻，啊，是吧？嗯，对。一个字嘛，一定要做好，一定要弄。两个字，心中响彻，也是丰富自己的生活。生活需要色彩，两个字同样如此啊。我们需要色彩，需要色彩的。喂，全国总冠军来自的霸王龙，看到没有？刚看到了。逮谁撵谁。啊，家人们喜爱吗？喜爱吗？啊，有喜爱的来点掌声，掌掌人吧。当然了，也可以多多交流。好了，这些红的是不错，还不错。我们这年纪，一定像不像老鹰放小鸡啊？像。看到没有？哎呀！这好歹一万年难得找到一次啊！嗯。啊。背景。红酒。面纱，它的融合度，嗯，颜值，牛逼，牛逼吧，牛逼不能，头型的完整度，这很重要，头型的完整度。